首相敦马哈迪在政治生涯两次担任一国之首，还以九十三岁最高龄领,领袖成为全球佳话。而除了政敌之外，时间或许就是敦马最大的对手。敦马坦言，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因此赶在有限的时间内辛勤工作，应对三倍的工作量。他也做好准备，在时机成熟时退位让贤。 九十三岁高龄，面对的工作量却是五十六岁第一次担任首相的三倍。首相多马哈迪接受焦点大马的访问时感叹：“即使从早忙到晚，却依然忙不完手头上的工作。当别人都退休安享晚年时，不再年轻的他却在这时候重投职场。” 但庆幸的是，当他以为九十三岁已经一无是处的当儿，却还有能力获得西蒙的信任，发挥作用。顿马坦诚自己非常着急，因为时日无多。他意识到生命已经进入倒数。他也记得自己只是临时首相的承诺，所以他必须在这两年内快马加鞭，完成十年的工作，还要做到最好。但如果有人要求他下台，他也会离开。而目前，西蒙并没有定下交棒的时间。 另一方面，敦马承认与没有经验的内阁新人共事是很大的挑战。不过，取而代之其实于事无补，因此他选择继续与亲手挑选的部长携手合作，不会在近期内重组内阁。敦马也承认，民众对新手部长的办事能力存有质疑，但他赞赏当中有人尽管是新人，但却很有潜力，表现不俗。NTV 七综合报道。